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新年好。新年好。欢迎各位在这样一个冬天，但是同时又是2024年新年的第一个晚上，来到我们的音乐会的现场。我们把灯光开亮一点好不好？我想看看今天有多少小朋友来。哇，新年的第一天，面对来自意大利的小朋友们，你们应该怎么样的问候呢？特别特别的开心啊，我们今天的这个音乐会的主题叫做爱的重逢，因为我们再一次有机会面对面的听到我们的安团的演唱。今天的开场很特别，我们今天的开场是一首中文歌，有谁知道它的名字吗？对，蜗牛啊，虽然爬得很慢，一步一步往上爬，但是它始终会到达它心目当中要到的那个顶点。而我们也相隔的时间真的隔得太久了，虽然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面，我们通过了视频，我们通过了直播的方式，安团还是送来新年的问候，可是像这样面对面的唱歌给你们听，是我们心中一直期盼的，而今晚我们做到了。那今天晚上就请各位用最热烈的掌声和我们一起来欢迎安团的小朋友，同时也送给我们的指挥 Sabrina Simone。
davanti voleva far festa, lo prendevano in giro un po' tutti, perché aveva due ali di piuma, una bianca e una nera, ma lui non le voleva più avere, perché è strano essere un panda con le ali e volare. Ma dal momento che impari a volare, vedi le cose piccolissime, e il panda non aveva più paure tra quelle nuvole bellissime, e così gli altri panda hanno iniziato tutti a desiderare un paio d'ali, e quello che sembrava complicato这首歌叫会飞的熊猫啊，熊猫是我们中国的国宝啊，也是很多国外的朋友非常喜欢的一种独产于中国的动物啊。在他们的歌声当中，熊猫会飞，因为它有一对翅膀。那这首歌呢，也是2022年金币赛的获奖的歌曲。那说到金币赛的话呢，其实和安团非常的有渊源，因为金币赛是在1959年开始创办到现在啊，意大利乃至欧洲一年一度的儿童歌曲的音乐盛会，而安团就是我们的金币赛的指定的演唱团体，每一年的获奖作品都是由他们来演唱并传递到世界各地。我现在看到在第一排啊，有几位这个已经戴上了熊猫的帽子，还有没有人没有的？没有的是吧？啊，好好，那先请这边的做准备哈。来，我们让熊猫飞一下，好吧？到那边去了，本来应该扔给中间的，因为啪一下过去了，我们还是给这里一个机会好不好？ This way， 1 2 3 最后到你了，我们到这里来好不好？这是这次来的最小的哈，他说他5岁，我看着怎么都不像。 Chicken， 1 2 3。好的 ，Thank you。特别介绍一下哈，这个熊猫是这一次安团为了回到阔别多年的中国来演出，专门特别定制的我们的限定版的熊猫的布偶啊。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聆听安团美妙的歌声。Soffro di jet lag, soffro di jet lag, ma
这是一首安川特别标志性的歌哈，你们知不知道我最喜欢这首歌里面哪一句？对，啊，看来不管年纪大小，大家的爱好都差不多哈。好，啊，当然今天有很多朋友第一次来看安团，所以还是有必要来介绍一下哈。在你们面前的这个团体，其实到现在为止已经60岁了。这个少儿团体呢，最小5岁，最大12岁。到13岁就要自动退团，啊，在这个60年的时间里面，他们其实走遍了世界各地啊，为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尤其喜欢儿歌的朋友们带去了很多的欢乐。他们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也是全球互联网上最受欢迎的童声合唱团之一。在中国的这个演出呢，也受到了各方的关注，曾经作为央视、东方卫视、上市新闻综合频道、人民日报、人民网的特邀嘉宾为中国的观众演唱，而作为中意友好代表，也为访问意大利的中国领导人献唱。而为了安团能够顺利的来表演，今天啊，我们在场上是42个孩子，42个孩子当中9位曾经在之前参加过安团的中国行，大部分的都是第一次来中国，爸爸妈妈们都会有感受，要带着这些孩子们照顾好他们的休息，照顾好他们的吃，还要让他们以最饱满的状态来表演。他们的爸爸妈妈们付出了非常非常大的努力和劳动。今天有不少的爸爸妈妈其实和我一样就在侧幕跳，我们可以把掌声送给他们，好吧？好，今天晚上不仅有刚才那样的经典的安团的代表作，而且还有新歌，而且还有很多火遍网络但是第一次在中国现场演出的安团曲目，我们接下来就来欣赏。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安团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叫做中文十级的合唱团啊。因为每一年安团来中国演出的时候都会学唱中文歌啊，比如说我曾经听过他们唱《鸿雁》啊，同一首歌啊，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你们接下来想不想听他们唱中文歌呢？好，他们每一次学中文歌呢，都会问我们这边的合作伙伴，最近什么歌在中国红？那么下面这首歌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推荐给他的。这首歌不仅小学生会唱，成年人也很喜欢。还有一个很重要，这首歌在过去的几年给了我们很多人前行的力量，因为其中有一句歌词说，谁说站在光里的才是英雄。我们会把歌词打在两边的屏幕上，他们要唱，你们也要唱，可以吗？Piccolo più piccolo.
sono addestrato per pulire fino a lì. Io sono quello che sta sempre sull'attenti, come mi chiami sulla cresta metto il gel, quello che serve per pulire bene i denti e cancellare caramelle e biscottini.欢迎回到2024安东尼阿诺小合唱团的新年音乐会。好像在安团的眼中万物皆可唱啊，奶奶煮的面条啊，刷牙用的牙刷都可以在歌声当中体现，而且孩子们也在这些歌中去认识这个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欣赏他们的表演。Che una formica e una cicala? Sì, prende la favola! Si ritrovarono insieme a chiacchierare in un giorno che non era nemmeno d'agosto. Che caldo che fa, diceva la cicala sudata. Mi sento sfinita, le sussurrava la formica. Avevano in testa lo stesso pensiero. Thank you.
第一次主持安团的新年音乐会是2016年，第一次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他们跟我说是一个童声合唱团，我的脑海当中立刻浮现出一群小朋友在舞台上手牵手然后这样唱歌。后来我发现我错了，每一次看安团的演出我都特别的开心，我觉得音乐就是让孩子释放天性的，而且你会发现在这个合唱团里面每个孩子都有机会成为一首歌的主唱，让孩子尽情地在音乐当中感受世界的美好，所以接下来也让我们感受他们的歌声带来的美好。Cuando hay topi no son
coccodrillo. Oh, il coccodrillo come fa?你们会动物的叫声吗？让我听一下。很棒哈。我常常在问自己说，为什么安团每一次来中国的演出都是一票难求？就是因为小朋友可以被他们的这种快乐的表演所感染，认识到音乐的美好，而我们的成年人，我们爸爸妈妈也可以让他们身上的那份童真深深地打动我们，对不对？刚才那个单元的第一首歌我要着重介绍一下，那首歌是在中国的舞台上的第一次的表演，那首歌叫《来跳舞吧》，是2023年金币大赛的得奖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欣赏安团的表演。Bye.
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哈，音乐真的就是可以跨越国界、跨越语言的障碍。因为早在100多年前，也是来自意大利的著名的歌剧大师普契尼先生就曾经把它写在歌剧《Durando》当中，让全世界的人有机会认识到这么优美的一首江南民谣。而今天由安团在这里作为新年的礼物送给大家，就是带着那种岁月特别的芬芳。安团在上海其实是有一支姐妹团体的，这就是我们上海的绣球花小合唱团。绣球花小合唱团不仅仅拥有着那颗星星就是我呀、跟着你等很多的原创歌曲，而且这些年呢，他们也用汉语演唱了很多安团的经典曲目。今天在新年的第一个晚上，这两支合唱团将在舞台上同台表演。我们欢迎我们的绣球花小合唱团。Lo stelliere. What you are, what you are, what you are.
questo è il mio mestiere, voglio fare anch'io lo stelliere. E allora accendi le stelle, tu sai come si fa, per ogni stella che brilla un sogno nascerà. Accendi le stelle, accendile più che puoi, sulle stelle ci sono tutti i sogni che facciamo noi. Accendi le stelle, accendile più che puoi, accendi le stelle.来，让我们把鲜花送给 Sabrina Simone。亲一下。很害羞也很乖，因为老师只叫我献花，没有叫我亲呢、啊、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好不容易四年又重逢了啊，想不想听他们多唱几首？想。那我们和安团之间呢会有一个特别的约定，但是这个特别的约定只属于我们和安团，大家可以跺脚。我们整个剧场坐满大概有差不多将近1200到1500之间的观众啊，我听听所有人跺脚的跺一下哈，我先听听大概是什么声音，好吧，一二三，蛮厉害的哈。那我们现在这样，跺一下脚，拍一下手，来，一二三，再快一点。可以再加一点欢呼声吗？Cantare con il coro è facile se vuoi, non servono strumenti. Perché bastiamo a noi? Amare a fare, ci cicco, ci cicco, e ci mette sul coro, ci cicco, ci cicco. Salto
会飞的熊猫吗 ？OK。Il panda con le ali lo ricantiamo? Ciao. Ciao.你们还想听他们唱中文歌吗？我可以告诉各位哈，每一次来中国的演出，他们不仅要远渡重洋，而且其实小朋友们基本上就是生活在剧场里，每天表演完他们还会要加班的排练，然后要以更好的状态呈现给大家，所以基本上他们演出完，他们能看到的都是夜色中的上海，看到的都是灯火中的上海。所以他们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我们第一次听到是在 CCTV 的春晚上，当时这首歌的首唱是周深和张也。如果你们会唱，我们一起唱，让歌声来温暖彼此的心灵。世界结下一等银波锁，十指诺
和安团的相约真的是一件特别特别开心的事情，有音乐我们就能从中感受到温暖，汲取力量，继续迎向每一个明天。再次祝各位新年快乐，再见。